狗肉的花苞过来，边走边耍手机。你在看啥子东西？看那么起劲？买了些啥子菜呀？我把手机抢过来了，看看到底在看着啥子东西。哎呀，难怪在看美女，看得那么入神。给你点个关注吗？你下回子又好看。再给你点个赞哈。看你背篓是空的，看你到底买了些啥东西哦。干嫩鸡儿酒的肠就买点这个菜，一把青菜，还几根芹菜呀。我这里要不是买点肉，你看嘛，猪心子这哈好贵，10多块钱斤的。你不是说晚上睡眠不好吗？吃下猪心子晚上睡眠就好。那晚上吃啥子？明天吃啥子？就吃一个猪心子。明天再去买嘛，明天再去买，不要讨厌了，不要讨厌了。走回去整好吃的。哎，那你都冒火哎。其实我还买了几个红海椒。我只是正好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，多看了一眼，老板就生气了。还是把菜做好哄老板开心。猪心先这样滚刀全部片成大的薄片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。切成粗细均匀的丝。老板儿，下来帮我把芹菜理切。没有生气了噻？你都跑下来了。你以为我是为了给你理芹菜呀？我是不想带娃儿。我还不是二花姐买的衣裳穿起啊，紧身的牛仔裤绷起，哪个穿不来呀？先来点姜葱、胡椒、料酒，跟它抓转抓转的腌制哈哈儿，不然这个猪心味道比较重。嫩子姜切成条条，这个条条的话尽量细一点。红色的辣椒打斜刀切成片，吃的辣的就用小美辣对破打开。姜葱蒜再来切一点，来打一个碗芡，盐、糖、鸡精、姜油、梅醋、水淀粉、花椒油、香油、猫油，用瓢棍烤转烤转的，加一点豆粉给它软转软转的。炒之前先把锅置一下，来点菜籽油炒，加一点鸡油，用猪油也可以。七成油温下猪心，快速的滑散。火爆系列的菜一定要火大油多，干花椒、姜葱蒜、豆瓣儿，通一丁点料酒，先下紫姜和青红椒，下芹菜，通入调好的位置，再用大火拨转拨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亮汁亮油的，看起来就巴适得很。刘浩宇，通知吃饭呢。最后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亮汁亮油，一点也不会那种浮起浮起的，看起来就真的是食欲猛猛的啊！吃起来猪心是那个比较嫩滑的口感，并且没有任何的腥异味。不好吃的话，你们来馋我两套儿。猪心吃了就是帮助睡眠的，等一会儿吃完饭叫我妈带小孩，我和老板去补充一下睡眠。爸爸，哎，我之前听到你说这玩意补充睡眠。嗯，吃了猪心就是这样子的。我真的是还要吃头的。嗯，好吃，和那个火爆猪骨那些味道是一样的，但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。我最开始以为是在炒猪肉丝呢。炒猪肉丝还有猪肉丝的味道差不多，实现很多菜，你还没采的，这些都是剩菜。冰箱里面还有个羊肉没有热，剩的。嗯，还有猪肝。还有猪肝剩的，每天都可以吃剩菜。明天。你觉得最近想吃啥子菜？那啥菜？牛皮菜。妈想吃啥子嘛？买菜就好，给你买，你想吃啥子？你想吃啥子？我想随便吃啥子。我也挺想吃啥子。吃什么？你想吃鹅。
你想吃什么，梁小雨？睡着，真的热，天天在睡着。我在学校。嗯。哦，你在学校。